击。机场版又是一个闪现踢踢踢回来鲁班纳斯，看一下夏洛特进场解围，但两个人都被逼退了。中路的龙跟下路的龙都来了，鲁班纳斯已经来了。机场版又是一脚直接踢死了一个鲁班纳斯之后，顺势推掉中路的高地，而下路的兵线暂时清不掉，要运进水晶的位置了。而王昭君的大招还没有好，看一下。